大家好，我是黄百灵，我的网络昵称是 i178， 然后我的朋友都叫我英文名字米娅。然后我很喜欢从学习网络行销的这个课程，那这对我的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。那例如说在网络上分享 i178 的理念啊，然后与我正在做的事情，可以让我的朋友们更了解我，然后也彼此找到合作的商机。我的专长很多，举凡理财规划、网络行销、个人形象测色、心灵支持等，可是我主要的工作还是在金融保险业这部分。那这份工作让我接触到各行各业不同年龄层的朋友，那分享彼此的生命经验，贡献出我所有的专长，把爱散播给大家。i178就是要大家一起来爱178。那目前正在寻找的是累积财富圆梦的客户哦，那有固定收入、年收入在60到80万的客户，从财富累积到个人形象的量身打造，那协助您在财富与形象上双料升级。如果您认为我的专业可以帮助到您的话，欢迎您加我为好友。我的 FB 网址如下 http://www.facebook.com/mia.i178。谢谢。我第一次看到百灵的时候，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女人，然后相信大家如果交到她这个朋友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，因为她是很清楚自己，然后把自己所有一切愿意分享给别人的，然后这样能够支持别人的人现在目前真的很少了。是一个很热心的人，那除了热心之外，他还有一个很年轻的心，就是很活泼，然后他喜欢帮助人，那还有加上说他很热心的去学习非常多的东西，然后去分享给大家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啦。那我觉得在百灵身上可以学到蛮多东西的。我觉得百灵是一个很热心的人，然后每次在这边就会很开心的是遇到他，然后他会很开心的分享他就是最近遇到的一些事情。我觉得百灵是一个很开朗的人，然后他很乐于分享他的那个学习的一些东西，让我们也体会到他的他在学习过程中的一些快乐，然后他把他知道的分享给我们，那我们从他身上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我觉得百灵是一个很棒的人。谢谢。我觉得百灵是一个很有色彩的人，我第一次看到他就当然了，他让我很吸引他的目光，然后他是一个很开朗，然后眼睛大大的，很多问题问我的人，一个很认真的女人，她到哪边都可以看到她的学习态度，她又是很爱欢笑带给人家欢乐的一个人。百灵哦，她是一个蛮热情，然后蛮怎么讲，蛮给人家很搞笑哦，但是哦，他不过他可以让人家很容易亲近哦，不会让人家有距离感这样子。我觉得百灵哈是一个很热情啊，很好接触的一个人哈，就有点像邻家的大姐姐。你只要一点问题问他哈，你问他一句，他会回你三句，所以这种人基本上可以当成好朋友哈。当你有心事的时候找他，问他一句，他会安慰你十几句。网络行销旅游班。